新的资料，就是原来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壁画、最古老的艺术品，不是智人做的，是尼安德塔人制作的。考古学家在西班牙三个地方，三个地方发现了古代洞穴壁画。一发现，考古学家第一感，智人画的，只有我们的祖先智人才有艺术表达跟创作能力。结果就去验他的古代，一验，全世界震惊，傻住了。你知道这动画壁画多久以前的？多少钱？65000年前。哦，这里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，以前最早找到洞穴壁画，3万多4万年，啪一下多了2万年，多了2万多年。它一下这三个地方，西方地方，变成现在已知人类洞穴壁画最早的年代。第二个更可怕来了，智人到西班牙是4万年前，65000年前。代表什么意思？没有智人。